我是丰田，我好疯癫，疯癫好疯癫。今天呢，我要约会，听说短头发，还有就是可爱可爱的类型的，什么东西？我已经在等4个小时哎，我早上9点就来到这里了，我怎么会没有？我要找。这个太长了，长头发，这个不是他。他也是短头发。不好意思，你是？你好，林明真。是的，丰田哥你好。啊，我有礼物要送给你。什么？什么？我的全新 EP， 希望你会喜欢。这个人明明就来宣传的，不是跟我约会的。哎呀，我是啊，干嘛？好，你会不会演戏啊？哎呀，肚子饿。你想吃什么？想吃牛排，没有那个沙拉。沙拉，我刚刚有吃沙拉，要不要吃？我刚刚有吃这个。等一下，我给你吃。没事没事没事，那你等我。有人跟你讲话，你要不理，你要不理。你是我的。买了沙拉，赶快回去给他。林敏真，好可爱，我好开心。还好不是小赖，小赖对不起。啊，绿色，走。久等了，我帮你买了沙拉，而且我帮你选卡路里最少的土蜂酱，是不是？有肉。女生这么任性，老烦了。对不起，不是，对不起，没事。喜欢什么样的男生？健身吗？还是你喜欢男什么运动？运动，伏地挺身还蛮好的。你想干嘛？我超弱，超细，你看跟你差不多。真的耶。好细，试试要不要试试看？你要坐我的上面。来啊，你上我。可以的啊，可以。哎。太阳，你可以完全全靠我，可以。是我太弱吗？还是你太重？开玩笑的，对不起。约会就是要坐摩天轮，我很期待坐完摩天轮之后。他会爱上我，有可能哦。我们的第一次，啊，我们的第一次，我们的第一次，期待我们的第一次。我们一起讲，期待我们的第一次，一二三，期待我们的第一次。太久没约会，对啊，我，你会不会怕？不会。我会怕，没关系，有我在。好 man 哦，这个女生。所以，你有男朋友吗？
现在没有。你有女朋友吗？没有。那要不要在一起？那要不要在一起？现在吗？对。他不认真。不认真，我认真。丰田是不认真的人。我超认真的。那我要一个玩游戏，我们比做鬼脸，然后谁先笑出来就他会输。三二一。没有没有没有，漂亮。他笑了，他笑了。来来头。可以啊，全力哦。对不起，对不起。没有没有没有，看我就很开心。我很喜欢被漂亮的女生欺负。没有，她真的就是很可爱，就是个性也很。给鬼给拐，给鬼给拐，我喜欢。郭以伦好像也蛮喜欢你，真的。你这样，你私底下跟他有联络吗？这个我要问清楚。你有私底下有跟他联络吗？我们没有联络，就偶尔会打个招呼。哦，我刚刚就是我担心的是，我们以后就是三角关系。我担心的是这个。才不会什么三角关系呢？其实我们是在最高的耶。Okay. 没有，没有，我很 man。如果我没有镜头就，明成，明成，我保护你，你不要怕了，你不要怕，我在你身边，你不要怕。我很怕。好。好。好，今天我们的约会结束了。我觉得他很可爱，虽然个性有就是给鬼给怪的地方，但是就是可爱的，对，我觉得很我喜欢。就是我之前一直以为他是一个比较安静的男生，我觉得跟他在一起是很开心的，对。那。也蛮给鬼给拐的。那我们要不要交朋友？请你给我你的 LINE。手机，我怕卡完之后就哎拜拜就走了，我怕这样子，我立刻就要交朋友，我不相信，我立刻，你扫我，他说没有这个人，有啦，好啦，哎真的没有哎，哦你是 LINE， 对啊，我没有 LINE， 喂，那你用什么？我有，差点，这么危险，好险哦，吓一跳了。好，耶、yeah。